你发现哦，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新闻人阿你报，你看咧较早你个，伊套路我，骗一个口罩我，就真严重啊！即摆唔是啊，规身人骗去柬埔寨无，钱无来，你挂腰子啊，你遐外来，哦，啊，搁再来，他是讲，从咱今摆你趁一下热度嘞。除了就是 要让你除了现在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真诈财这一方面嘛，然后因为我随时公众人物，所以其实我这边遇到很多问题，顺便再利用这个机会跟所大众大家宣导一下，因为很多诈骗集团他现在都会仿冒艺人的账号，或是用艺人的图片，然后用艺人的名义去为园林还有鹿港温泉。那财损数了哈，也是彰化分局哦，7710000元啊为最多，哦依序为园林啊西湖分局，啊那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啊就是你的这个人口数了哈，业酬密了哈，你的受理数还有财损数相对都是会比较多，林鹿港和美西湖还有二林了哈，那手法来看是以假投。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哦和警政署哦，同步我们启用这个打诈仪表板。那最近三个月，从8月到10月，我们的诈骗犯罪是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财产损失这个部分，每个月都还是高发哈。大概一个月损失的一个金额大概是新台币有3亿元以上。那我们也分析了相关手法，以假投资诈骗为最多，财损也最高。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加强分龄分众精准的一个宣导作为。那另外在打击诈欺犯罪的部分，今年以来我们也查获了1448名的嫌犯，那查扣的不法所得也达到1.81亿元哦，那这些不法所得都可以供被害者来求偿，另外在拦阻诈骗的部分，我们和金融机构合作，那前三年我们拦阻成功的金额也超过新台币10亿元，那今年我们预估拦阻的金额也会达到5亿元，那我们会持续跟金融机构共同来合作才能够有效保护我们彰化县县民财产的安全。那在这边也呼吁打击诈骗必须全民一起努力大家要提升防诈骗的免疫力。打击诈骗，全力出击。来，西瓜甜不甜？甜。彰化县警察局赞不赞？赞。打击诈骗，全力出击。